在帝王梦寐以求的仙道秘宝丹药，相传秦始皇为了拥有长生不老之躯，也渴望得到此禁忌之药。然而，人们相信这种强大的丹药会给世间降下灾难。 还曾经有人说，秦王之后的每一场战争和权力的暗斗，也必有着丹药在其中作祟。时过境迁，大汉也逐渐衰败，散发着丹药光芒的阴霾再次笼罩天下，即将唤醒沉睡于各地的。 精炼而成的药，精炼而成的药。
士气高昂的对手。